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.7星期日例会帅爆了，技能定位曝光，同学组上位来了，星期日技能曝光，拉条充能恢复战绩点，妥妥的大花火。根据最新消息来看，星期日的技能疑似有7段拉条，拉条能力总和超过 50%。不过拉条貌似有某种限制，溢出的充能貌似可以转换为充能或者战绩点，简单来说就是大花火。上图是 2.7 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，星期日定位是虚数同学，角色周身都有荆棘环绕，整体的设计和之前基本上没太大区别，颜值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算。有关于星期日的技能机制定位相关，据说大招是用双手托起一个队友，双手则是呈祈祷的姿势，并且双手上也有荆棘缠绕，倒是和例会的形象有几分符合。至于 2.7 卡池的另一位新五行角色 SP 停营，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部分技能可以提供常驻超击破，常态情况下只有一条尾巴，技能动画中则是多条，这么来看的话，是同血组上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